你怎么这么多字？OK， 可以了，来，不用，可以了。来，没有，还完，不开始你就弄。然后你开始计时啊，我开始计时了。当然了，要看最短时间，最正确的就是赢了。最短时间，这个你可以扯那个地方啊。 扯的地方在扯那里嘛，多几个啊！我也提示一下你们啊，对不起，你这个方便，你千万不能给他们看，你我没有，不用你讲，你过来，不给他们看，你这样看明白吗？对，你要这样看，对，你要给他们看，好了，来，我们来数啊，好，几个啦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来，等一下，准备好，来，我数三二一。 我讲，从来从来啊，你要写错误啊。对，我已经早就清楚了，你说你都给我，所以现在个字，七个字啊，七个字找给我，那我不用猜吗？我不是猜出来了吗？没有，猜了第一个，第一个字而已。等于你要，我要找七个字，不是不可以用猜，七个字，七个字啊，等于你要，我要找七个字，不是不可以用猜，七个字，七个字啊，七个字找给我。那我不用猜吗？我不是猜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我要找七个字，七个字而已。等于你要，我要找七个字，不是不可以用猜，七个字啊，等于你要，我要找七个字，全部都要讲出来，你要讲这个，我要把七个字全部猜到，全部，不是讲一个字，一个字很容易了，
十公里啊哈，中国，中国，中国，等等等，嗯，哎呦，很大，很大，录音吗？短，短，长 ，yes， 中国，小点声音，哎，请到，你是第一个什么？万里长城，嗯，哇，厉害，我要拍下来，有，有，有。有什么？有给我拍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啊！哦，有。来，这个这个，啊，有有这个什么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啊啊啊！不要不要！啊啊！第一个字，万里长城永不倒。Yes！ 耶耶耶耶耶耶耶！还有下一个，还有下一个，来三号，哎，你等一下，三号选手下来。但是你不要说这个字。几个字不能说，你像他一样比划给他们，哎，不能听到了，对，你不能把里面的字讲出来，他不是叫我比划，好，来，你去到那里去，小朋友去骂你，好，给，好，麻将里面有什么东西？红，还有什么？好，条，万，啊，万，啊，万，啊，远一点啊，远一点比较好，要不然他们不是你们，我做比赛的里面，里面，万，这里面都不行啊。这个不行的，啊，没有没有。那女生，你代替女孩子啊？没有，不是六个人嘛？现在这边说长的什么还可以？我喊你长城 ，OK， 我的名字何勇啊。你们是的，勇啊勇 ，OK OK， 勇，你们讲那个字啊？啊对对对，不打不打啊打。讲这个字就不好玩了，怎么知道？他们听不到了，他们听不到了。这是肢体的吗？哦，那是动作，这是动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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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来是不能讲。过来，过来。好了，三四号三。